你俩算是吃着了。嗯，这是咱们定州的焖子，好吃呗？肉香浓郁，不肥不腻啊。这焖子呀，是苏东坡发明的。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以前是苏东坡的厨子，我们家的配方都传了呀，快1000年了。你是吴安的后代？哎呦，神了！我可是真不知道俺们祖先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姓吴。神了，蒙的吧？当年定州大旱，我是为了让灾民能够吃上肉补补身子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千年之后竟然成为了一道美食啊！啊，你真当你是苏东坡呀？行了啊，我带你吃点别的。哎，千真万确，走。你哎，啊，甚是美味呀、啊！怎么样、哎，好吃吧？我想要。哦，来来来，哎呀。都有，给你一个。哎，好了，我没钱了。我有，啊，都有啊，来，孩子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好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此缘身在此中。试问岭南好不好？却道此心安住，是吾乡。福儿，是你吗？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太像了，大家说像不像东坡先生啊？像。我觉得咱们定州吧，不亏是诗词之士，人人都能对上两句，是吧？今天呢是我们的苏东坡专场，咱们挑战继续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粗增大步果生涯，富有诗书气自华。庐山浙江潮，这不是我写的呀。这就是你写的？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是苏东坡先生晚年在庐山写的。啊，走了，咱不玩了啊！哎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一眼江山万里交，对吗？不对呀、啊，但是气质特别像。哦，大叔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苏轼乃大宋眉山人，祖籍赵郡的。啊，还真是穿越啊。何为穿越？